看看新闻网。最近为演唱会忙得焦头烂额的刘德华又摊上了一件大事儿，因为损坏直升机被罚重金。不过这起案件是发生在16年前哦。当时刘德华正在台湾地区拍摄经典电影《情义之西西里岛》，又名《黑金》。拍片过程中，刘德华左腿不慎失处操纵杆，导致直升机失控，旋翼叶片受损。事实上，直升机所属公司之前已经2次向法院提出索赔，但刘德华均不服。最近一次的判决则是认定刘德华要负40%责任，赔偿55万人民币。所以说，飞机不是那么好驾驶的，出发前得要检查清楚哦。Captain Cool, external check complete. Thank you. Showtime.